你爱回家之开心速递，饰演红心如而成功入屋的苏允之，在2023年初就有传因为工作态度差迟到，得罪了高层被雪藏。在上年8月，终于获得逐步解冻的他，近日才开心分享拍《黑色月光》的心情。不过同一时间就传来离开 TVB 的消息，官网上已经将苏允之除名，而他的 IG 上亦都没有任何 TVB 经理人的联络资料。当记者电话联络他，查询是否已经同无线完约，他就以正在揸车为由，没有正面回应。其后以短信回复，说很快会有消息 update 大家，多谢你，相信稍后才会正式公布离巢。